好像真的喜欢上丫丫了。你来，敬我跟欧佳颖的干杯，长长久久，幸福日子啊！你跟欧佳颖感情到底跟我什么事啊？嗯，的确不关你的事，没关系，干了，来。等一下，我真的喝不下去。来啊，喝，快点啊，快点！好了，阿宝，是你喝慢一点。好，让他喝了。好了，不要再喝了啦。阿梅啊，快点让他喝了。老婆，你叫齐阿宝不要再灌徐瑞很久了，你看他都喝成那样了。你怎么知道他不是装的？这样好了，我再灌他几杯。好啦，够了。我看他真的喝醉了，再灌下去就真的没意思了。好吧。哎，家宝，不好意思啊，辛苦你了。哎，回去吧，回去把你老公带回去。好了，徐志远，现在到了最关键的环节了。现在我问你，你老老实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对我们家丫丫有意思呢？真的不是你说的那样，老头，你真的误会了。丫丫，没有人问你，你闭嘴，听好就好。是我的丫丫，你看他做什么？你看，我，你看着他干嘛？你看着我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对我们家丫丫是不是有意思？说，我觉得。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喜欢上丫丫了。你心动来得太快，在预料之外，窃喜幸福作怪。我就知道把坏情绪扑晒，对爱说个嗨，自由自在 get high。 一起跟我深呼吸。每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 TVBS 42台机智校园生活青春向前冲。